据台媒体报道，婚后求子心切的大 S 传出好消息，已怀孕五个月，不但肚子已明显隆起，还改当起宅女保护腹中胎儿。刚刚出刊的一周刊报道称，大 S 最近参加完小 S 的生日宴后就乖乖回家改当宅女，三天足不出户。巧的是5月30日，算塔罗牌的埃尔维斯也在脸书贴文大胆预测大 S 已确定怀孕五个月，并透露 S 妈找他算塔罗牌的消息。埃尔维斯自信预测准确，还跟网友打赌，如果说不准就捐10万给赵生慧。S 妈对怀孕传闻一笑置之，她说又不是埃尔维斯说了算，直呼很扯。至于是否真怀孕， S 妈说要问大 S。 酷绿王美媒娱乐为您整理报道。